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，所以子弹射进水后会瞬间失去威力。那子弹入水后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是不是藏在水里就绝对安全？把一颗实验道具放在旁边的水缸里，从侧面能很直观地看到子弹在水中的行动轨迹。先从手枪开始。3, 2, 1, whoa！ 这是从水中拿出的子弹，能看到一颗非常完整的弹头，道具完好无损，子弹根本没有受到伤害。通过十万帧的慢动作来看，子弹冲进水后，弹头的方向立刻发生了改变，速度从900多英尺每秒急速下降，到达道具位置的时候基本没有了伤害，所以弹头才能如此完整。那是不是口径越大，在水中飞行的距离就越远呢？下面换到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弹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3, 2, 点四五子弹和刚刚的9毫米效果相同，入水后立刻开始翻滚，飞行距离还不如9毫米的，在到达道具位置之前就开始下坠。接下来换空心子弹，这种子弹由于击中目标会产生剧烈翻滚，所以也被称为没良心子弹。看一下它在水中的表现，入水后的空心弹居然解体成了两半，而且形状非常完整。看一下慢动作镜头下的场景，空心子弹入水的瞬间直接就成了扁的，弹头立刻瓦解，铝合铜完全分家，而空心弹的飞行距离也不远，解体以后不断旋转，证明子弹在水中的飞行距离取决于子弹本身的形状。那下面就用这种尖的 5.56 口径的步枪弹试下效果。3, 2, 1，道具还是完好无损，没有受到一点点伤害，问题是弹头扁了。看一下慢动作，步枪子弹的速度比手枪子弹要快，子弹入水后还是瞬间改变了方向，而且没飞多远就停下了，弹头在发生翻转后瞬间被压扁，速度越快弹头本身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。接下来换这种更坚硬的弹头，这是北约的 M855A1 穿甲弹，穿透能力很强，遇到水后它还会扁吗？慢动作下的场景更出乎人的意料，这种子弹入水后直接发生了解体，这是因为它的弹头是由两种材料构成，水进入了材料间的间隙导致弹头解体。接下来换口径更大的 7.62 毫米子弹，空心弹头比前面所有的子弹威力都要大，把道具放近一点看看会发生什么。 3, 2, 1, oh my god！ 水箱直接碎了，道具也受到了伤害。其实空心弹头入水后，子弹也立刻发生了解体，散成了好多片，只是因为道具摆放得很近，所以碎片才能破坏道具。看来水才是最好的防弹道具。